大家好，我是清欢。前两天的视频呢，给大家介绍了山东蓬莱的山仙山的和气大殿，还有山仙山的镇山之宝。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山仙山的珍宝馆。珍宝馆共有三层，珍藏了3000多件艺术珍宝，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6件，二级文物152件，三级文物300多件。珍宝馆的一层是树化玉展区，步入其间仿佛走进了10000年前的远古时代。这里珍藏的树化玉有2000多吨。珍宝馆的二层是书画展区，这里展出了历代名人墨宝200多幅，分为近代历史名人书画展、当代名人书画展、海派书画展和明清时期的文人书画展4个部分。珍宝馆的三层呢，是木器、瓷器、漆器和玉器的展区，里面展出的有我国馈赠给国家元首的一些珍宝和一些堪称是国宝级的艺术品。这期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清欢感谢您的关注、转发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